既然跟律师都已经谈妥了，你只需要写一份感动人心的悔过书。我真心爱过你，照他的意思去做吧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是我的私事。你有什么企图啊？不想从我家被赶出去就给我注意一点。我们要在这里重新开设粥店，再美不坐视不管吗？我不会让他再踏进这个行业。你又做了什么吗？晚餐可不可以一起吃？还是各自过生活吧。现在我真的要从心中彻底将他清除掉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未来戏剧台爱情万万岁。